很多人说折叠屏就是智商税，动不动要1-2万，价格贵，体验差，谁买谁是大冤种。那是你没有关注华强北的批发价格，点个关注可能会打破你对折叠屏的认知。小折叠三星 Z Flip 三代发售价7599，华强北拿货价2800，骁龙88的处理器，全局120赫兹高刷，还支持 IP68 级防水。当然，这种小折叠啊还是比较小众的，喜欢的人呢也比较少。像三星的一代 Z Flip 啊，现在也就1000多，主打商务就看大折叠。三星 Z Fold 2算是出货比较好的，外观是小花的一个标准。全新机当初售价14799，现在拿货也就2000多，可以说是用普通旗舰的价格买折叠屏，也是老王比较建议购买的折叠屏型号。如果要性能好一点的，可以看看 Z Fold 3，升级了更强的处理器，还有隐藏式摄像头，现在价格4699也能拿到。但说起性价比啊，老王还是更建议入手这个 Fold 2，体验差距不大。目前2000多的大折叠，性价比非常高。